心的反复会取代这一种反复，有心的麻木会取代此刻的麻木，春的涌动，秋的朦胧，还有夏夜晚风，所有的故事都凝固在一个寒冬。有了变化，得到鲜花后不免弄虚作假，幻想崩塌，受到自己的责骂。还是紧张，还是一样，还是孤独的人啊。有心的孤独会取代现在的孤独。于是便停留。